是你们那儿的吧？大爷说的是，哪么那个地方呢？它地薄，所以人们都愿意耍个手艺。大爷，您行行好，给我个钱，我给这孩子呢买点吃的，他都饿了两天了。他又不是我儿子，他饿八天跟我也没关系啊。你要是缺儿子，你给我一块钱，我让他认你个干爹。呸，他也配？嗯，你说什么？我说让他认你个干爹。别急，钱你拿着，这孩子得跟我走。上哪儿？是不是跟你老家学手艺去？给这孩子啊，找个有钱的人家，那家缺儿子。不不不，我们不怕儿子。怎么着？拿我打岔呀？拿着。哎，啊，哎，大爷，不，哎，不，哎，我，大爷，求求你了，大爷。大爷，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我这大英国的洋表让你给我摔坏了。我，大爷，我什么我？哎，不，这不是我。哎，不是你是谁啊？我没事摔表摔着玩啊？走，给我结婚！给我结婚！大爷，饶命饶命！我给你跪下来，你饶了咱们吧。你看，要么跟我去结婚，要么就赔我表，要不，大爷。你不陪表，我就把孩子给领走。嗯，那这孩子长得还算周正啊。哎，撒开他，撒开他，留下吧。吴老爷。恭喜您喜得贵子了。嗯，别说好听的了，花多少钱账房领去。是是是。吴公子，小人多有得罪之处，还请您多多包涵，您多多包涵。儿子，过来过来。我不是你儿子，找我爹去，找我爹去。你看这孩子。哎呀，打今儿个起啊，你就是我儿子了，我就是你爹。多好的孩子啊！不怕不怕啊，爹喜欢你，还得给他起个名啊。是。哎呀，将来吴家得靠他人丁兴旺，富贵绵长啊！兴旺，对，那就叫吴兴旺吧。哎呦，这名好，恭喜老爷了。来人呐！来了。哎，带着孩子去洗个澡，换上衣裳。少爷，请。走吧，走吧，慢点，慢点，轻点。找我爹去，找我爹去，找你。这孩子进了吴家门了，那就不是小门小户人家的孩子了，得好好的调教调教他。哦，您放心，明儿我就去请个私塾先生来。哎，我让你办的事办了吗？您是说奎家大妞的事儿？自打上次庙会上我见到这丫头，心里一直放不下她。那我这就找个媒婆子去奎家。只是吧。只是什么呀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啊，告诉媒婆子，他们奎家要多少钱我们都给。啊，哎，我要的是明媒正娶。我要让奎姑娘风风光光的进吴家门。还要让他知道，进了吴家门那有享不尽的福。是是是，享福，享福。嗯，去办去了。哎，我说，哎呦，妈呀，你怎么还在这坐着呢？没领着钱？不是，我这缺德带冒烟的，管没一孩子，我不领钱啊，我吃饱了撑的。哎呀，你可真是能捡便宜啊。就在大街上随便拎那么一个孩子来，这一转手就啊，哎，当着老爷的面我可没坏你的事儿啊。妈爷，您的好我可没敢忘。您这份我给您一会儿说来。算你懂事。是。君子爱财，他取之有道，办什么事儿没有什么事儿的规矩不是？你要是君子啊，我早就成他妈圣人了。走你的吧，啊，我这还有事儿呢。不是，您这么着急，您干嘛去？哎呀，找媒婆子，
哎，年头有点邪，媳妇让人拐跑了。嗨，怎么说话呢？这是怎么净胡沁呢？谁媳妇让人拐跑了？是，我这是给老爷办事儿呢。给老爷办事儿啊？不是，哎，吴老爷要娶媳妇儿。老爷娶媳妇儿有什么新鲜的呀？孩子也有了，不就是差了个夫人吗？啊，是是，对对对。不过吴老爷看上哪家的闺女？你问这干嘛呀？我是特别愿意张罗这路差事。哎呀，撂地变戏法那奎二啊，知道吗？奎二，哎呦，那家的闺女她可是个大美人啊。不过有点麻烦，嗯，怎么着？祭奠人家的公子福五爷也看上那丫头，说这份他妈寸劲儿，嘿，两家的都不是省油的灯，这回可有热闹看了啊。不过祭奠人肯定是斗不过吴老爷，吴老爷现在在太后眼巴前可是正得烟抽呢。啊，话是这么说，不过再怎么说他吴老爷也是个太监，他奴才怎么能跟当官的比呢？您说不是？可是这吴老爷要是在太后眼门前给祭奠人上点眼药，也够他喝一壶的。您省着，您省着，您忙着，我先走了。是。谁倒霉我他妈都乐。今啊中啊响雨鼓春。你休想娶那个变戏法的丫头。摔，使劲的摔，摔东西败心火。其实啊，我也并不想娶二房，可古人的话咱不能不听，不是？啊，哪位古人让你娶那个奎家的丫头了？古人云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都过门十多年了，也没生个一儿半女的呀，我怕对不起祖宗。还对不起祖宗呢，我告诉你，没孩子是你缺德。哎，怎么说话呢？这是，咱们是大宅门，体面人家。体面？体面？你干嘛找那变戏法的丫头啊？甭废话，有本事生出一个让我瞧瞧。你不就想要一孩子吗？那我就生一个给你看看。我还是生不出，你爱娶谁娶谁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到时候生不出来，你可别怪我啊。行。可生孩子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吗？啊？我都陪你好几年了，你不也没生出来吗？好意思说出口？哼！行，咱们走着瞧。佟六爷，福五爷的事儿，我是费力不讨好，两头挨骂。别扯闲篇儿，说正事儿。那奎家到底应不应啊？奎二说，福五爷是官宦家的公子，娶他们家丫头是有辱门庭。真新鲜啊，这福五爷都不怕辱没了门庭，他奎二这操哪门子心呢？依我看啊，他就是想抻两天，多要些彩礼。小门小户的都这心眼儿。甭管他什么心眼儿，眼下福五爷就等您的准信儿。那我就再去一趟。我等您信儿啊。您慢走啊。哟，马也来了啊。坐坐坐坐啊。哎，坐。这个不是祭奠人府的佟六吗？这是一催命鬼。怎么着，奎二应了福五爷了？没有，要应了佟六还能催我来吗？奎二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这么好的事儿他愣不答应。哎哎，我可先跟你说一下啊，奎家那丫头铁定是吴老爷家的人了。吴老爷还娶媳妇儿？吴老爷怎么就不能娶媳妇儿？他是太监呀。这太监他也是人呐。这样的媒我可没保过，要我去说，那奎家非把我骂出去不可。你不就为了挣俩钱吗？你放心，肯定亏待不了你。这可叫我怎么跟奎家开口啊？嘿，你说你啊，这平时你这张嘴巴能把死人都说活了，怎么着到我们吴老爷这儿就开不了嘴了？哎，这是赏你的，事成之后
还有好多呢。嗯，